等我来介绍。中信贸易从一间细细的代理商发展成为今日可以上市的最大贸易公司，亚洲称霸，放眼国际，全靠一身胆识。第二啲人想唔到嘅，佢上得到。成世人日都系赌噶啦。第二啲人唔敢做嘅，佢敢。咁大胆？嗱，你想知道听日点咧，就睇下你今日点落住。第二啲人怕负责任嘅，佢唔怕。好，我就跟你打赌，看你可唔可以做到三个月。要正视一个人，先要俾啲甜头啊，然后一次过全部攞走晒。聪明人呢，控制钱。五百万啊！蠢人呢，俾钱控制。呢件事系犯法噶。呢支够拼搏的精英团队，终于要迈向更远大的目标。你仲唔够？边度有人嫌钱声啊？